天哪，宝贝，我们快走，快上车，上车，我们要逃往机场了。撞我哎！对，我保护你。坐好喽。哇、哦，哇塞，差点打到我车子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，雨势超大的啦。快，我们赶快逃离，逃离这里。大了吧？我们不少用红色的车子啊，该不会有敌人吧？哦，我这个路也太难开了。哦，好可怕！哦，人家可以撞。石头好大哦！哇塞！哇、哦！我的门被打掉了，倒没事，宝贝抓紧哦！哦，宝贝你还好吗？哇、哦！是不是在我旁边爆炸了耶？烧起来了。哇、哦、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。哇、哦、哇、哦、天哪，哎，宝贝别乱跑哎。哇、哦、超大陨石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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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，不是你的车啊，保护你，走，往前面。这很难，你没事吧，宝贝？天哪，都是你啦，还是胖子？快上来，上来，上上车！我们快到机场了。这个时候还按到那个收音机了，快点上飞机！哇、哦，居然摔倒了，这时候，快点上飞机，快点！天哪，慢慢走哎、欸！快点上来！
超大陨石也掉下来了，天哪，先起飞，记得系好安全带哦。又来一个，喂！第一人称看，真的好棒哦！我飞到崔哥家那边躲一下好了，他家应该蛮耐撞的。交加还有陨石，哇！陨石都打到楼上去了，哇！你去哪边啊？好吧，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谢谢大家的收看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